想要不一样，想要不一样的心情，大家都有过。比如说，不想穿制服，不要每天都做一样的功课。我只是在团体里面要尽量和别人一样，可是久了也会累呀。难道这样就行不通吗？我只要想要有，我只是想要有点创意，偶尔装蒜，或者自得其乐一下，或者多爱自己一点点。能不能就直接说出心里真正的感觉？我只是想要不一样。也许真的有人敢说我要不一样，可惜不是我。你也想要不一样吗？